Hello everybody， 嗨起来！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脸熟的大嘴。老大老大，今天天气好，我们来玩砸罐子吧。没问题，小鬼头。话说这跟天气好有什么联系？这次是小鬼头我安排的阵容，老大不许看。好好好，我不看也能拿下。开局好手气呀，小鬼头，你别太简单喽。老大，我这阵容可是暗藏玄机的哦。神神秘秘，来了，老大。通关一路了哟，老大好厉害啊！小鬼头，你这是喊你朋友友情出演啦？还是小鬼头2.0呢？仗义朋友有点多，嘿嘿。压制者那边来个建国老师顶顶了。又来一个炮灰。OK， 最后一路，小鬼头，这都快通关了。你说的玄机到底是什么？砸罐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老大。来吧，前面香喷喷的魅惑菇等着你呢。趁这时候来一个连砸，巨人也不怕。炸弹多的是，来个三连炸，巨人哭唧唧，刺激！植物都安排上，是啥也不怕。就这样，一个搏击手僵尸，你怕不是揍？炸弹放的什么，老大？那倒是挺不错的。这就对了，就知道老大是个谨慎的人，不到最后是不会用炸弹的，所以这就是给老大的惊喜。No。你给我多难的僵尸呢，臭小鬼！我咋会为难老大呢？行吧，算你懂事一点，我们下期见。